中面线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五二港式、冰式、西门町，哇，老牌牛肉面大碗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哈。那你要上铺还是下铺？上铺，上铺，上铺吗？为什么？没睡过上铺，真的、哦。自己的行程都是自己定，我们就要去那个什么17 Play， 国立台湾博物馆。哦，国立台湾博物馆，所以你们知道可以跟恐龙一起看，对不对？然后二榜天文馆。哦，去天文馆。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台北。哦，真的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棒哦！都是几年级的同学啊？四五六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。但是做行李的就15 6。哦，五六，好哦，谢谢你。好，第三组。第三组，那吃完中餐之后，刚从台湾国立飞航，嗯，然后再去吃一下夜市。哦，很棒哎。好，今天都是先吃完早餐，然后到去海馆，再吃咖啡。咖啡。回来的时间就是抓。我怕我来迷路。老师会提醒你们，今天不要回来这。我怕我来迷路，好不好？要走的话要找开会老师。我告诉你，走吧。好。好。谁是队长？好，那你说你们今天要怎么安排？我想不想要去金门观光？然后第二天去总统府。啊，很棒哎！怎么知道总统府9点到12点可以在开放入内参观？好聪明哦！然后再去司法大仙人工餐厅吃饭。然后在中正医院，嗯，然后去吃阿美院，好，拜拜哦，玩得愉快，嗯，拜拜哦，注意安全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玩得愉快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晚上见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